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石头哥，这是石头。今天我们玩个非常好玩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把石头放在会旋转的椅子上，看一下石头会不会撞晕。石头，看，旋转，想不想玩？想不想玩？放下来看一下石头撞晕了没有，再撞个三四圈。啊，撞晕了。好了，可以下去了。我们看一下石头撞晕了没有。石头不想下去了，下去。嗯。先让石头自己上椅子上旋转，看下去能不能转晕。好玩吗？很有意思吧？开心吧？石头你要开心，要面带微笑。我们转个20圈。等我撞完，我给你奖励一鸭肉糕。朋友们觉得石头会不会撞晕？等我口吐，撞吐了。好，可以了，石头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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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，不想下来了，真好玩。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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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。哦，头被你打中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朋友们觉得石头刚刚表现怎么样？好像撞圈圈对狗一点都不会撞晕，非常有意思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石头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